老乡，我真是不明白你到底在烦什么，他不都已经认出你来了吗？下一步就直接跟他表白呗。我怎么跟他说呀？我估计他现在觉得我就是一直跟在屁股后面的小胖子，仅此而已。喂，那你想，你想让他怎么样？跟你一样，这么多年来一直对他念念不忘，你不能这么要求秦飞。我没想要求他，只是没有把握的事儿我不想做。人家现在是个明星吧。哎呦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这么自卑呢。我自卑啊？我开什么玩笑呢？哎，你别给我装了你。哎，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患得患失？秦斐忽远忽近，自己特别没有安全感，心里想，人家这么一个漂亮优秀的姑娘凭什么喜欢你？所以你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再跟人家去表白。对不对？对不对嘛？我没说错吧？你晚上睡觉给我注意点啊。快去威胁我。我跟你讲，老邢，你栽了。那你说能怎么办？就跟他直接表白，告诉他你不仅是当年的小胖子，还是在巴黎救过他的 Superman， 没准人家也会心动的。所以我常常会想，如果那个人没有救我，让我死在那场爆炸里就好。总之呢，机会这个东西转瞬即逝，这件事儿我有发言权。巴黎的事我不能跟他说，他肯定不会感激我的。行吧，你想清楚就好，反正你也知道我什么意思了。比起什么都不做后悔莫及，还不如做了再说。走了。左手扶住左臀的后方，臀部向上抬，将我们的腹部前方拉伸开。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，至此前往林刊县拍摄的过程中，我遭遇了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，如果不是两位中国朋友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，我可能已经在车祸引起的爆炸事故中丧生了。在播放录制素材之前，我要首先感谢小云救援队的支队长刘彦泽，以及前往当地进行支援活动的艺人秦飞。我先给你们看一下。好，好，手慢慢延展开，在这里保持伸长的吸气。哎，不要拍，不要拍，因为有规定，不能拍，不能拍，你不，别别别！专心，好好练习。啊，老师，我有事儿。臀再向前推，吐气向后。啊，老师。OK， 回来吧。哎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姐，姐，来，你又上热搜。啊？你救的呢是个法国大 V， 他把你的照片发在社交媒体上面，然后网友就把照片里的你给挖了出来，再然后社交媒体就爆了。照片呢？啊，来。啊，我还好不是素颜，这照片拍的还挺好看的。姐，你还有心思管是不是素颜呢？任总的电话都要被打爆了。哼，哎。是我是我，我心里是，我以为你以为是谁啊？打到你眼睛了，你眼睛没事吧？
怪了。哎呦，秦医生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我姐她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她就是上次那个慈善晚宴之后。咖啡。没事，我缓缓就好。你先跟秦医生聊着，我去给大家订点下午茶，顺道探个班。嗯。哎呦！哎呦，好疼！怎么突然又疼了？哎呦！哎，我之前把眼药水就放在这儿了，秦小粉，你帮我看看。你不伤的是左眼吗？怎么右眼也看不清了？哎呦啊！对，就是这个。你帮我滴一下，我有点怕这个，我一滴我就眨眼睛。躺下别动，别老眨眼。好了，谢谢。不用谢，还有别叫我秦小飞，好歹我比你大三岁呢。年下不交接，心思有点野。您有什么呢？秦女士，这还差不多，谢谢。哟，秦斐，好久不见，你的戏又进步了。谢谢你对《明月传》的支持。哎，你这回的危机公关方案是谁给你做的？踩着医疗队往上爬，还挺有头脑的。哎呦，说正经的，有这样的人才，介绍给我认识认识呗。正好我也想给我的团队换换血。别给团队换血了，你换换脑子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，秦斐？这都听不懂，骂你的意思。我踩着医疗队往上爬，谁谁谁拿着公益做跳板。秦伟伟，是不是在你眼中，所有人都得跟你一样，走那旁门左道的是吧？我，秦斐，你别在这儿跟我装了。你摸着你自己良心说，你去参加什么明星志愿者，当真一点私心都没有？我才不信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我秦斐行得正坐得端，能走到今天全凭自己。你这种内心阴暗的人，一辈子也学不。